最期待的是邓紫棋。虽然邓紫棋进来，网上很多人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还想看一下他们音乐性上面会不会有更大的突破。全都是泡沫。我有一首歌在 YouTube 上面破了1亿，那你觉得我的创作能力值不值得你 diss？ 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啊，因为我是一直写自己所有的歌词的，从我第三张专辑起，我就是整张专辑都是我自己填词的。然后我觉得研究歌词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看 rappers 的词，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Eminem 的词， Tupac 的词，就是会看他们怎么样去形容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是一个故事一个感觉。其实我觉得会学到很多，虽然他们的歌词是英文的，可是你会看到很多他们的创意，怎么样去表现一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去触动听者的一个情绪，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灵感。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因为我自己要写词，所以我就从小听